看着我后背发凉，他好像是最后死去脱身的何飞，装成外卖员的样子，看网上对自己的谩骂毫不在意，甚至唱歌嘲讽。他不像朱一龙，但像何飞。为何爱我这欲望牢笼，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，为何受忍着也想困守，越珍贵越牢笼。